那是刘家岗啊，他叫朱家岗了，老爷，买成35，你看到饿得很快，宰这就又要宰又要买，要一起喝不才快。你要到早都早了，除了看到昨天买一把，今天买两把，满个身上还有3个人。看大哥，这里看的刚才加了赔2倍。这里打的1万，打的要贵点，要35。哎，打的还有2把了，没得了，卖完了，就能18来。那是一斤半的，你家里面就买这个一斤的就够了。往天池买的把25，你看的大爷，我不要得买，看质量。一样的35，还有2把了，弄30个卖完了。今天落雨，不落雨我早就卖完了。这叫棉花老头，两口子当起豆腐渣，你看到没？不串面只买一把，串面还要加把砍刀。蒙钢的这个25一把，看到了没？看到了家，那个不叫炮竹树啊，那叫老桂树。昨天在三江买的，哎，25送啥子？35不讲价。这个门是买45，还有2把了，没得了。不串面，不串面一路不送，看到大哥，今天搞活动还送。头个月你只买一把25，又要宰又要买，要儿媳妇不才怪。我那个老口子一张纸上的碰，随便的看，他是蒙钢的，要串面。最后5个人，快点我就下班了，是不是白顺了大哥？这是不是跟刘家岗嘛？你拿来看的，胆子大点，不要怕，我早就买完了，120个人。头个月你只买一把哈，下面还有5个人。不串面一路25，只买那把，最后5个人20。双十一搞活动，元月9号，最今天没得到，加把砍到25，不要钱。最后5个观众，完了我就是喷了，没得了，120个就卖完了。今天不下雨，早就卖完了，你看都看不到，你买，买啥子买？门市2840，看到了没？跟我宣传好了，老板子，今天双十一搞活动，公司来吧。现场买走，还有4个人，卖了我是喷了，我跟你多说。哎，前面卖了钱都快了。那个他要用10几年，大爷，给我传名刘铁匠。刘铁匠要用10几年，不能生锈哈，我的刀10年8年都不能变直的。要是刚才加了，我就赔你2块钱。